我都感觉手有点晃。是吗？对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杨可爱。现在呢，我们已经来到机场了。然后呢，现在我们准备去找点吃的和喝的。我们走吧。提前佩戴好罩。有吗？看这里，晚饭吃播，干杯。你现在要戴美瞳吗？哦，有那个吗？就那个搓眼睛那个。哦，有啊。我拿给你。哦，葵花点穴手。赶飞机了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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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彩虹哎、欸，哇，好巧哦。哎，这张还挺好看的。哎哎，你在那里，在那别动。我们现在呢在去往杭州的路上，然后现在已经上飞机了。今天晚上大概9点多，然后呢就可以到杭州。到那儿呢我们需要住一晚上，然后第二天早上早早的坐高铁去到义乌。然后到了义乌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去一个神秘的地方。是什么地方呢？大家可以猜一猜哦。反正我是一直都很想去这个地方，然后我都没有机会。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，一定会很快的把握住。那我们下飞机见吧。出站了，然后呢现在是在杭州的机场，萧山机场。我们现在准备去住宿休息啦。我们现在已经上了那个的士，然后现在在去酒店的路上，大概还需要40分钟。到40分钟之后我们就可以休息了。为什么在这个车上这么亮呢？因为有人切耳在照耀着我，非常感谢。噔噔，出发，来到酒店啦。哈哈哈哈哈哈。好黑呀、啊！妈呀，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道有多恐怖啊！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道，哎，等一下，别冲，好害怕，好黑呀、啊！门也是黑的。20，喜欢这个数字。你干嘛？你跟房间打招呼干嘛？你别吓我。好啦，那我跟倩儿呢现在已经在这个酒店里面安顿下来了。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到杭州呢？其实我们真正的目的地是横店。其实呢是因为我们从桂林到达义乌这边呢没有直达的飞机，然后呢我们就选择了从桂林坐飞机到杭州，然后呢再从杭州坐40分钟的高铁到义乌，再从义乌去到横店。那为什么要去横店呢？特鞋，谢谢倩儿的特鞋，我穿换了特鞋。那其实呢这一次到横店是为了一个神秘拍摄，具体是什么就暂时保密好吧，暂时保密，你们后面会知道的。反正呢就是需要去横店，然后呢穿上汉服做一个美美的妆造，去拍摄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。反正在9月份的时候你们就可以看到。所以呢今天呢就录制一个我们这一段时间来到这个横店的 vlog， 也就是整个的流程，然后呢给大家看一看。因为我也很少做这种 vlog， 也是第一次。对，虽然说前面有哈，但是这一次是真的，就是我和倩儿就是自己拍，然后呢自己出来玩一下，就尝试一下好吧。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样的形式，或者大家有什么意见的话还有建议的话，也可以在我们这个弹幕还有评论里面提。那希望看到这里的你可以献上一个圆圆的东西，然后呢顺便再竖起你的大拇指。
在屏幕下方噔噔噔噔一键三连吧。 OK， 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在等待一个外卖，就是我们刚到这个酒店休息嘛，然后待会儿打算洗一下澡，然后呢追一下综艺节目，然后呢我们在那个车上的时候本来已经看好了一个那个烧烤的外卖，点了很多很多好吃的东西，结果发现他不能开发票，然后我们再找了一个，就是又另外找了一个那个烧烤的店，它上面写着满100元才能开发票。100，我们能吃那么多吗？我们这么抠的人会吃100块钱的烧烤吗？为了节约我们的成本啊，我们就选择了一家开发票的那个店，然后呢为了让我们明天拍摄的时候不要这么胖不要这么肿，所以呢我们选择了在晚上10点钟的时候点了沙拉。你没听错，我们的夜宵是沙拉。为自己的行为点赞，为自己的身材负责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:57，我们已经吃饱喝足啦。那明天早上呢还要6点钟起床。那我们就明天见啦，晚安。哪个门口？哦，可以可以。这个待着哦。走吧。哇，好热啊！怎么能一早就这么热？好闷。杭州东。买早餐，三呀，好热，上车了，上车了，啊，上高铁了，我们俩被热死了，热死了，整个头发全都坨在一起了，满脸都是扁了，扁了，头顶都扁了，这个口罩一脱下来都能出一泼水，啊，现在热的早餐都不想吃。对，哎呀，到酒店了，不敢说话，好安静哦。你这个帽子，我害我写字，我手都有点潮，看不到的。你这个帽子简直就是那种感觉，就是像一秒要卖泡菜的那种。就是你有看过韩剧里面那个卖泡菜的那种阿姨吗？然后我们现在在入住酒店。哇，好开心，我们来到了一个横景房。哎，这个毯子，这个床上的毯子就有一种爸爸的围巾的感觉，有没有？哎，你看那个电话啊，那有电话啊，没见过世面的二人组在房间里面就开始各种摸。哦，它是可以打的耶。对啊。哎，我电话号码是什么？我放弃了，挂掉了， sorry 啊， sorry。 铁子们，我们待会儿呢下午就是先去吃一个午饭，然后就去排练，就是排练明天要正式演的这个内容，然后呢再去试一下妆，就是做定妆师造型，然后现在呢我们就稍微化一点小妆妆，然后呢让整个人看起来有点阳，有点人样，好吧。天哪，沉浸式化妆，不说话了。哎呦喂，哎呀，哦，吓死我，我把这个压得紧一点。我把这个拿回去呗。哪个？不用不用不用，那个台也没地方放，没事，可以了。我，哎，拿中了这一头压，没事了没事了。沉浸式化妆，我肚子好疼啊。
吃饭了。我们大部分工作餐，葡萄，葡萄，虾，土豆，蛤蜊，土豆可能是红烧肉或者排骨，白菜，白菜，米饭，贵的。铁子们，事情是这样的，就是我今天来到酒店之后，突然亲戚提前了一段时间来拜访我，然后我毫无准备，然后呢肚子就一直开始越来越痛，越来越痛，越来越痛。待会儿准备就要彩排了嘛，我就去问跟我们对接的 B 站小姐姐，就说我这边就是有这个痛经这样的情况，看一下就是能不能让我就是出去买药啊？这个药在药店不能点外卖，必须要本人亲自去买，就是布洛芬，就是本人亲自去到那里测量体温啊等等一系列之后才能买。后来这个 B 站小姐姐说，她居然带了布洛芬，四颗，她全都给我了，我卑微的只想要两颗，就是度过今天明天就可以。她给了我四颗。你为啥在这抱着？我到了，等我握一下啊。那我给你。我下辈子是男生。早上好，朋友们，现在是北京时间3:10，我们已经洗漱完毕，准备出发了。昨天晚上我们两个人是9点多回到酒店的，然后洗漱完了之后呢，就是10点多，就是总共我们晚上还能休息差不多5个小时。Good good 的，希望今天是顺利的一天，加油小羊，勇敢小羊。小可爱们，这是我们来到横店的第二天，然后呢现在是北京时间13:27，我们已经全部的都拍摄完毕了。然后呢我们为什么拍摄完毕了才告诉大家呢，原因是今天早上我们两个这么早就起床，然后呢就去做造型啊，然后呢去到横店拍摄等等等等等等，就也太忙了。而且呢这个整个的剧组啊还有整个的节目全程都是需要保密的，所以说我们暂时不能给大家透露，然后呢我也没有时间去在那个横店里面拍照啊等等，所以说下次有机会我们再过去，它里面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大，要开车才能进去。然后呢我们待会儿就吃一下这个工作餐，吃完之后就休息一下，毕竟呢是2天时间，加起来睡觉的时间可能都不会超过，应该都不到5个小时，所以说待会儿就好好休息一下，明天早上再去赶回程的这个高铁。那我们 See you tomorrow。这是我们今天的晚饭，又到了每日记录吃饭的时间了。今天呢具体的菜是烧鸭，这个是菠菜，然后呢这个是红烧肉，然后里面还有3个炸的鹌鹑蛋，还有一个小苹果。你是我的小鸭小苹果。哦我吃饭了，等不了了。点了一个姜茶，热吗？挺热的，45度，还是挺热的。本来呢我们今天晚上是有时间到外面去逛一下的，但是哎又有点不舒服了，然后呢又睡了一下午，就点了个姜茶，然后还加了一份珍珠，还加了一份金球，就是那个寒天是吗？真不错，这个姜茶还是有料的，非常的有料。我们现在呢就在这儿边看电视，然后呢边喝东西，然后倩甚至还吃了第二份晚饭。新疆炒米粉，阿里巴巴炒米粉，这个，这是我今天晚上的红糖姜茶八宝米饭。慢点，哇，好好喝，没什么姜味，我喜欢红糖味。看我的炒米粉，搅一搅，看我的炒米粉，可以有一个舌尖上的那个舌尖上的中国那个 BGM 吗？哔哩哔哩，干杯！好厉害！你看，又给他们一个通知下午。那怎么这么突然？干杯！等一下，对着镜头，哔哩哔哩，干杯！哎，还有，还有啊！
再来一次，补拍，哔哩哔哩，干杯！噔。待会我们起床洗漱了之后呢，就要去退房了，然后呢就要去赶一趟去长沙的火车，再从长沙回到广西。OK， 那我们先去洗漱啦。886，886。我要把红色的衣服带下来的，干好。哎，你还带了一个下来啊？我真的什么放在包里？哎，对，纯电。哎，谢谢纯电。这个纯电不一样。回家的最后一趟车，看我们的茶，车厢内是有电茶，哔哩哔哩，干杯，干杯，对。那我们这一次旅途就这么短暂而又愉快的结束了。虽然我们根本就没有拍摄在红店里面任何相关的东西，就什么一点，因为这个是不能透露的，就是到时候大家就看结尾就好了。然后现在就很抱歉，就以为是能进去拍的，结果发现是不能拍摄的，所以说大家就只能看我们在这儿对唠叨一路，叨叨叨一路了。那这个小小的小杨同学和小谢同学的 vlog 到此结束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。Thank you.